今次《條例草案》提出去針對其中一樣嘢，就係令到可以喺公立醫院有更多醫生，喺外國嚟嘅醫生、受過教育嘅醫生啊，有好長嘅工作經驗嘅醫生係可以嚟到喺公立醫院度做嘢。呢個我哋係歡迎嘅，我哋亦都唔相信佢哋呢啲人嚟咧係會攞走嚇攞走香港醫生或者就嚟會畢業嗰啲學生嘅位置嚇佢嘅職位。我相信我哋香港嘅學生，我哋嘅專業人士，亦都知道自己係非常之有競爭力嘅。